沙龙，他因为今天去那个夜市那边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从丰原那边的时候来这边，来草原的场这边打。然后我现在看到这一处里面有三盒以上的大货，然后我刚刚已经把那个锁笼从这边已经拉过来这边了。那我们就是试着看看，就是角落那两盒香吉士有没有办法全部做出来，因为现在这个大货一盒在很贵，然后他现在保起来，我打了大概170左右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，应该是不简单的，所以已经做好要跟他抗战的准备了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走。然后目前那一盒在那边的话，我应该会先去挖它角落的那个和之国香精，因为现在和之国系列都很贵，都抓了。先看一下有没有先，因为它那个有的那个盒子，先左右捏薄看看。感觉抓力给的还蛮强的，不过我们先用顶抽的方式看有没有办法直接到那边去，硬生生拉回去。OK， 那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是直接就保夹了。那我们先抓角落那一盒，抓完之后我们再来试试看这一盒。先出一盒，那接下来那个坐的位置就开始来拼了。正门的那一只锁龙，还有那只香吉士都是一个机会，但是先把香吉士抓过来看看。要想办法先把它逼过来才有机会。先把前面的锁笼夹出来，我在想啊，在想说如果过来这边，如果他可以飞到那边去的话，可以做两门出来，可是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就很麻烦，一根角落，一根角落，等一下捏几下看，
角落。但是应该如果他没有做，我们就回来封锁了。虽然锁龙最后那一下很可惜，还是没有打出来。那跑出来，结果这样就是输一些的，可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现在那个金针公仔被炒出来了，炒起来的时候那个价钱高一点，难度本来就比较高一点，所以还能接受啦。那他们那个厂主人还不错，就是有提供这两个。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，阿龙也没有打算溜走，下个礼拜的话应该会把这两个。就是到时候抽出去，那你就是要持续关注我的那个动态，那你才知道说我这两个什么时候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，然后并且帮我分享出去。那你的留言的话，阿龙每一则都会看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，拜拜。Yeah.